小姐，你当日离家出走是为了去京城寻找心上人，你找到他了吗？心上人？哇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这也太豪华了吧。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，你来看看你的衣服啊，这些都是给你新做的衣服，用的是咱们年前从银州带回来的高级苎麻料子，正当季呢。苎麻料子啊，是银州宫廷专门用的那种苎麻料子吗？对，小姐最喜欢的布料。哇，千金一匹，这些都是啊？还有好几柜子呢。哎，这是？这都是小姐的。啊，快来看看。哇，哎，穆雪，你看看这首饰。哎，快戴上看看，来！哎呀，好看啊！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哎呀，好货就是衬肤色。哎呦，你看看这镯子，哎，你看这个成色，小姐没有哎。小姐，你以前从来不佩戴这些，这才是你最喜欢的。精品珍珠，颗颗饱满。这是我的啊。日常戴的啊、哦，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看看啊！还有、啊，你快来看看。来，你先坐，你累了吧？哦、你先坐。小姐、哎，小姐，您太有钱了。这是你珍藏多年的书籍，你看看，《杂类本草》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哎，这些都是绝版珍藏哎。嗯，《伤寒本经针灸甲乙》，您要参考。小姐，这上面的字您能看懂吗？少废话，看不懂字我们可以看画呀。再说了，本小姐可以从今天开始学。桑葚，你也要跟着一起学。我怎么好凶？小姐啊，渴了吧，喝口水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这个杯子好精致啊，这就是小姐喝水的碗啊，是用整块白玉雕成的。白玉整块一点杂色都没有，入手温润，雕工一流。这种精品便是在京城侯爵家中也是难得一见。真的，不能用来喝水，我们赶紧给它放好，万一要是磕了碰了的那就麻烦了。摆好。没事，小姐，就是喝水的碗罢了，咱们库房还有好几个呢。啊哈哈，好，这没什么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好多小姐平常一时兴起买了，转头又忘了的小玩意儿，金的、银的、白玉的、琉璃的，还有遍布各地的宅子、铺子、田庄、马场，记得吗？啊，这些都是目录名册，你快看看。小姐尽管买买买，桑葚都给你记着呢，想找什么东西，立刻就能找到。真是有钱人家哈、啊，小姐，你可是归海一刀记名唯一的女儿，别说这些小东西了，这整艘归海号都是你的。整艘归海号都是我的，想起来了。没事，小姐，我给你拿这个，你肯定能想起来。来，小姐，这是你四年来研究面脂的配方和实验记录，你快看看。这是我的配方，杏仁有五勺，蜂蜡十钱，大火熬制半个时辰。这些所有的制作过程都有记录，而且连火候最隐秘的一味药都有。原来我早就会做。小姐，你做这些全都是为了我们，你是看我们船上的人风吹日晒，皮肤皲裂，容颜受损，你便立志要研制出最好的香脂给我们。小姐人美心善，最体恤我们了。你再看看有没有想起点什么。一点都没想起来。哦，没事，小姐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会慢慢想起来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
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姐，你当日离家出走是为了去京城寻找心上人，你找到他了吗？心上人啊，心上人就在码头匆匆一瞥，从此小姐心里就只有他了。匆匆一瞥就成了我的心上人？嗯，哼，看来我以前也真是肤浅啊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能好看过宁玉轩吗？宁玉轩是谁呀、啊，小姐？没谁。